这款游戏是手游，那玩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看他今天封测来下载玩一下。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还有 PC 版，有 PC 版只是先推一波啦。啊，昨天那个 DK 英雄归来，你有 PC 版下载，先复分一下，先复分一下哦，先复分。那这款游戏呢，容量要 30GB 啊，建议储存空间 30GB PC 版的 啊手游不知道哦。我现在体验一下，看看会不会睡着，因为我已经快睡着了。应该是韩国的奥丁山 Go。哇，这个画质啊，选择职业是不是？但是选奶大的啊，这个。听到万物的呢喃了吗？万物的呢喃了吗？好，继续。女巫、精灵使徒、大法师、黑暗法师。哇，这个画质，这个地方。哦，这不是哦，哦，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原来不是那个东西。嗯，好。哦，雷击，暴风雪，哎，还不错哎。明天呢？对，所以我现在不能开太久。召唤陨石。OK， 法师应该，那黑暗无时。哇！他会自己动啊。OK， 黑暗巫师赢了，就是你了，黑暗巫师。好，可以动吗？不能拉远拉近。这个脸多棒啊！你看看。OK， 这个是祭司。胜者。OK。OK， 好哦，不重要。我最不喜欢玩祭司了。圣骑士。啊，什么都看不到，走开啦，我不要。彻底的看穿你。彻底的看穿你。哦哦。哦。这个弓箭手跟昨天弓箭手怎么差那么多？哇，好帅哦！哎，蛮帅的，刺客人，普普通通哎，怎么办？又是遮全身是怎样啊？哦，刺客人好帅哦！哎，好帅哦！哦，因为封测哈，所以应该会三档，蛮帅的。再看一下那个攻手。嗯啊，原本的不能看是不是？这个嘞？哦，好哦，好，拜拜。哦，好哦。我这样会不会？内心的黑暗即将苏醒。下上难度上哦。下。那我选中间的啊。万物的呢喃了吗？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都不会开台，所以今天开一下，不然怎么办？不会失宠啦，怎么会失宠呢？对不对？改一下封面图，流量密码，根本就没人看我台啊！就是最近哦，不是最近啊，就是哎，对，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啊，就一阵子啊，就是天。其实我已经观察好多次了。只要你不是，好，那我们选这个。哦，可以捏脸呢！我还以为不能捏脸。这有电脑版的，我是玩电脑版的。哇，这个捏脸跟昨天的捏脸相较之下，我靠，输了啦！哇，他会动！再说不会动啊，怎么办？昨天的英雄归来跟今天的奥丁审判，光这一点就赢了呢。
太夸张了啦！哎、欸，太夸张了啦！哇！我在观察他的细节啊，这个丝袜的纹路哈，啊，这个手指，你看这个手指，很修长啊，很修长啊，哦，很修长，哦，哦，跟昨天的那个手游 DK， 哇，这个啊，这个小拇指啊，这个小拇指，嗯，画得很精致，这个模组很精致，很。很精致，嗯，不错不错，这个游戏果然知道玩家想要的是什么呢？哎，所以其他的你可以看到脸哦，取消这个喽。没有恶意。啊，这个，嗯嗯，哦、啊，这个这把匕首啊，这个匕首。这个匕首我觉得很漂亮啊！这个匕首，这个匕首，嗯嗯。那其他人呢？看一下。有什么事？哦，那、啊、服装可以换吗？哎，可以换呢、欸。原啊啊！长大了，怎么长大还是这样？欸、真的可以脱掉哎、欸！果然天生平乳的人还是平乳。哦，他这是整个放大哦哦哦，身高，哎、欸，好强哦！腰宽，完了，这可能会练半个小时哦。赢了啦，赢了，不用比了，赢了。坐骑？啊啊，有衣服啊！哇，等一下，那我要看刚刚那个。小心你的背。哦，服装可以换吗？哎、欸，如果可以换，好棒哦！还是这只是给你？哇哇哇！这个太尖。我是说，这个鼻子很尖，搞什么？我说这个鼻子很尖呐、啊，有看到吗？这个鼻子是不是很尖？嗯嗯。嗯嗯，我靠，这啥？这什么啦？哦哦，原来长这样哦。也都会动哎、欸。我是说那个头发啦，有看到头发在飘吗？我没说，那是你说的。嗯，太扯了啦！果然这款游戏，你看这个手，有看到吗？这个手肘，哦，赞。姿势也可以换，我看一下。哦，姿势可以换啊！哦、oh, ，so this 呢？啊，穿个高跟鞋哦！哇哇哦哇哇哇哦！这是什么姿势？哦、oh, ，是每个人姿势都一样吗？哇哦哇哦哇哦！这个高跟的鞋跟赞哦！哦，这个哇，这个凹腰哦，这个动作很难呢。当然有，大家知道那个活动度不高的人哈。要在那边凹腰，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哦。好像不能深蹲呢、欸。我已经展示各位啊 ，so this 呢啊 ，so this 呢 ，so so so。啊，其他衣服挡住了。哎、欸，你看，哎、欸、哈，哎、欸，这个衣服，你看，这个衣服这边是裸坑的呢，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换个姿势。
哇塞，哇塞，太扯了吧！这个捏脸是很重要的哦。我看不到了，他披风 很碍事哎。OK， 没有。这个晃的好明显哦，我是说头发，嗯，好扯哦。突然觉得空间锁蛮不错的。好啦，不要说我不给女性观众福利好不好？我们还是给女性观众一些福利哦。那么看看壮硕的身材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八块肌呢！哇，胸大奶啊，大奶啊，大奶，骨盆大一点。要细一点啊！我们要当个健体选手，腰要细一点哦，腰细一点哦，好，身高高一点，体型这样 ，OK， 健体身材哦，这个鬼背哎、欸，没有鬼背，烂死了，OK， 咱们的剑士哈，都是一些厚重的服装，很正常的，嗯，男生的姿势就是这几个。OK， 不重要哦。哇，古典健美的姿势都出来了啊！你看看，哇，什么有啦，有女性观众哇，这个古典健美的姿势哇，有在健身的朋友看到这个姿势总是不陌生吧？我已经介绍了十几分钟了啊，光介绍十几分钟，昨天的英雄归来我在干嘛？好啦，我们主要还是玩这个角色哈。我觉得头发我选这个，我觉得这个可爱可爱的。可爱，这个或这个吧，我选这个，可爱，可爱，好，我喜欢这个服装，看一下，哇哇哇，太夸张了啦！那个头发飘成这样，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啦！太扯了啦！这游戏这什么啦？这个好像哎、欸，它有些很明显，有些不明显。我说头发啦，对啊，直接绑定性别啊，对啊，他不能选男女、欸，我觉得是故意的，因为他们将要创建更多模组。哎、欸，请问这个是有还是没有？我说那个手啦，手的指甲是有还没有？应该不会被编台吧？这是游戏啊，怎么了吗？啊，就是这一套，是这一套，我觉得这套很漂亮。看着奴家做什么？哇，哦，这是那个，哎、欸，这个可以哦，这個、可以哦，这个我可以哦。我可以，我可以。哦，脱光是这样哦，我是说那个时装脱下来是这样。OK。啊，换姿势，换姿势啊！你们最喜欢的姿势来了，女生应该都一样，哎、欸，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欸，哎，不一样，我以为女生都是一样的。Oh my goodness！ 看到，要看他重新做一次。哦。会不会有观众说我很恶心之类的？没有啊，我只是看他摆 pose 啊，怎么了吗？哇塞！哇塞！哦，也不错哎、欸。啊，就这样。赞哦！这个游戏这样做就对了，果然知道我们男性观众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单身的肥宅们，你们有福了！这款游戏造福了各位啊！
造福了各位啊。嗯嗯，我就知道你们要看这些东西，太扯了，真的很扯。所以服装是选定都是那个吗？应该不是，我觉得这个只是那个预览给你们看而已啊。好，我们来改一下脸部吧，可爱可爱。差到哪里啊？视线固定。哦哦哦，不要不要，我觉得预设就很漂亮了，这个我觉得就很漂亮了。好黄哦，我觉得预设比较刚好，对不对？ Default 啦，不是预设， Default 这个就好了。然后头发，哇，这可调性比昨天那个好多了嘛！哇，奥丁审判在他隔天出直接屌打，光这个捏脸就赢了，哦，可爱，真不错哎，哇，不错不错，他头发好多样性哦，果然，这是一款认真的手游，哇，马尾妹，有没有月乳啊？月乳妹。我不喜欢这个，挡太多了。好，短发妹，布料少，防御高，是这样吗？哦，我觉得原本的就很可爱了。有没有露耳朵的？哦，这有露耳朵。哦，这颜色也蛮漂亮的。头发的颜色就很不错，你看很滑顺哎。不错啊，这个颜色是比较适合的，看一下。好，就这样，还是再换一个，这个好了，还是喜欢这个。不行，我不能玩一整天啊，我回来之后再跟大家一起玩。可是他风车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们要赶快体验游戏啊。装饰，哦，装饰可以到时候再换吗？哇，这样好丑！不要。C 锁是爱心，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好，就这个啦，这星星的，有诚意的有手游。哦，这是 PC 版啊，还有 PC 版哦。嗨 ，Hello。赞，好，就这样。不要了，我觉得这样好丑哦。刚刚是什么颜色啊？紫色，还是这样好了？还是不要？不要啦，这样干净多了，可爱。好，身体，体型，我觉得这样可以。身高的话，就刚刚那样嘛。头部不用调，胸部，啊，这个胸部肯定是要，我就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就算是很小，最小还是很大啊，可以调啊，不然再调爽的哦。我们就想要大嘛，啊，我不要，我们要适中，适中就好，适中适中，腰宽，腰细，这个腰线蛮好看的，哇，塞满满。骨盆大小，骨盆大小，你不要说我这个什么变态好不好？哦，真的是哦，我用这个支持是要看骨盆啊，要不然我怎么看骨盆大小？哦，搞不懂呢，真的是哦。对，太极端了，这样好了啦，啊，就这样。这款游戏我喜欢，然后打武士大师是不是很恶心？啊，再小一点，再小一点。不过这样很好啊，哪也不好，就这样啦，我觉得可以啊。管他的，就这样。
你有听说吗？马哈涅近海处住着比这艘船还大的海蛇。哎，不要胡说八道。真的啦，也有人说今天侦察船会出动就是为了找海蛇。船翻断了，马上就要搁浅了。那就抓紧呢，把帆拉起来。攻点一般攻击按钮，集中那些，我可以动吗？哦，哦，这样动好方便哦。F。我来救你们了。据说将技能栏位往下拉，可以自动使用技能。哦，我怎么拉？再次点击。哦。哦，可以拉关，是不是？哦，这是技能有的时候它就自己放了。哦，哎，这款游戏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说点击哦，点就可以了。哦，这个，来吧。远点，远点。长恨之讯，哇，送的，赞哦！这个了啦。然后嘞，直接送你一个 default。这看起来用抽的画面吧。宇宙天地赐我力量啊！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抽到一个烂东西的就对了。靠腰哦，还以为哦，我想说哪有那么好哦？原来是先送一个普普通通的东西。말로만말고해봐야겠지이대매번재료를구하는他只是让你看最后的成果了。걱정하지말라고哎，我不要这个啦！啊，我要抽了。这个会比较强吗？无法穿戴，无法穿戴，匕首。这黑哦，这是黑暗巫师用的装备，对不对？啊，好可惜哦！好，我要抽这个，这是什么？神圣座的骑士造型？那这个什么？
抽了抽了，荣耀的英雄造型召唤卷。可是它长什么样子啊？这是什么紫光、红光之类的？哎呦，哎呦，那我来看看。揭开造型面纱。哦，要往右滑哦。哦，是这样子哦。这金色是不好的吗？啊啊！这个连脸都看不到，什么鬼？紫装哦，是紫色的，很明显嘛，因为刚刚那个是紫色。好，我先抽坐骑。啊，怎么一个都没有？坐骑好像可以训练，对不对？就是增加经验值之类的。好像都烂东西哈。啊，金色的。哦，不一样了哦。来，造型啊，来哦！不妙啊，不妙啊！看起来都雷雷的，真的都很雷、欸。我不能放大看，哎、欸，他造型是蛮多的。果然这款游戏是抽时装用的，时装是重点。然后先确定，哦，一次可以抽11个哦，一张可以抽11个。浓妆，耕田是吧？金色的光有没有金色的光？没有，好烂哦。这个燃风车燃烧什么阳寿啦？啊？请问一下，最后的记得。给我紫金色的光吧，哎、欸，烂东西，哎、欸，我绿色是很烂，啊，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好的，差评，哦，造型还会增加攻击速度哦 ，so this 呢，好了，这场游戏还不错。看之后的造型会不会有真的送的？送一下嘛，送一下嘛。一般商品，我像有钻石，那我可以买那个吗？我想买一下，有吗？神圣召唤石要 N 是什么？里程哦，里程是什么？不知道。哦，这里啦，对。这里的话是召唤阿斯加特的造型，直接先给你抽下去啦。欸，怎么都浓妆？等一下，这是一般的，是不是？哦，你抽这个会累积左边这个哦，是哦，懂你意思了。哦，这边有写几率啊，有的时候可以抽到最好的啊，只是你运气不好抽不到而已。咳咳，每日召唤，每日伺服器召唤一次，花钱可以召唤一次。哦，哇，他也是有召唤。免费召唤的那个，然后花那个金币就有了。哦，那还可以啦。你就是有一天会晒到这样。对，但是我都晒不到。吃饭时间，好，那不管。抽完，反正封测嘛。有没有金光？有吗？我觉得按跳过好了，这样太久了，都是烂东西啊。没有，绿色稍微好一点，比白色好吗？
很雷欸。欸，他第一次多难中啊。欸，没有一个是紫色的欸。我快炸光了啦。欸。是我太雷是不是？里程。神圣召唤符。英雄造型。哦，这个是直接出紫色的。哦。不够。干。可以获得传说。等一下。哦，这是道具是不是？哦，是道具啊。神圣符石。啊，是这样。啊，我什么都没有。我有个烂的。最好是这个啊，可是包紧紧我不喜欢。哎呦，哦，你看这多棒啊！你看看这个腰，它这个是可以怎样穿戴？然后，哦，这款游戏时装会增加你的能力哦。是吗？有啊，它提升能力诶，可是不知道是，我觉得这好丑，我要好看。对啊，风车应该让我玩爽爽吧？稀有全部英雄的，你看对嘛？这才对啊！你看这多，你看哎。啊！英雄那种抽到包紧紧是怎样？差评。早知道我选大法师、欸，你看大法师多赞啊！你看大法师，我选错了啦！我之后玩大法师，大法师的造型几乎都不错啊。弄什么黑暗大法师啊？什么黑暗巫师？我好后悔哦。哎、欸，真的呢，黑暗巫师很多都包紧紧的哎，那我要选大法师的，我选大法师，大法师比较赞。原来刚才一开始骗我，原来是大法师比较好，我被骗了，各位，哎、欸，选大法师，不要选黑暗巫师，我来不及了。你看英雄的这个。赞哦！欸，这个很漂亮欸，这个也很漂亮。然后呢？哎呦，好后悔哦！刚才那一套是哪一个啊？怎么没看到？还是这边没有？神话级才有啊？那神话是包紧紧，谁要看啊？哦，懂不懂玩家要什么啊？这个是哦，只哦传说。欸，大法师比较好啦。欸，我好后悔哦。欸，大家都要玩大法师哦。刚刚应该是这一个，可是这个你要抽到很难的啊。英雄的，你看英雄的大法师多漂亮，很多都是很性感的。好，就这样。这款游戏不错。然后可以合成一些效果，是不是？看一下哦。我靠，哦，他始终会增加伤害哦。然后这个是怎样？这个可以怎样？什么意思？哦，这个可以再合就对了。哦，懂意思，就是你抽到可以再合上去就对了。哦，是这样吗？是吧？看起来是这个意思哦，可以再合上去就对了哦。这也是包紧紧啊，啊，这是怎样？OK， 大家懂意思了啊。反正就是他这边可以增加攻击啊，所以你要
你要强一点，就是要弄这种好的时装。他这种游戏主要是吃时装，对不对？看起来是吃时装啊。看一下这个效果会变多少？鬼将就很丑啊，看不到脸，那我捏脸干嘛？对不对？我捏脸捏那么辛苦，啊，这个时装给我包成这样，到底懂不懂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啊，还能什么？突然觉得天天姐的时装好有良心哦，单纯好看，完全没有什么能力限制什么的。我现在该睡觉了，看一下这个攻击速度变多少。哦，变很快。哎呀，像施法变有变颜变紫色的，那换其他的嘞？换这个看看。哎，真的哎，不同的那个还是因为紫色的关系，所以放出去的是紫色的。战斗中无法替换。那换普通的，先不要战斗，先不要战斗。看一下哦，最普通的，最普通应该也是白色的吧？哎，不一样，虽然看起来是，哦，应该是跟职业有关系啊。假设你穿的是大法师的，就是白色，然后黑暗巫师就是暗系这样。左下哦，头盔可以取消，感谢，真的假的？我看一下，感谢感谢。可是，哦哦，啊，可是我要的是这一个啊，欸，不是，啊。嗯，你看一下哦，像这个有头盔的，像这个，哦，这一套就不错了。我还是觉得大法师比较好，大家选大法师啊。好，就这样。好，这款游戏就这样了。